来做。装什么？什么装备？你写背上。单进，待会可以针对一下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有兵女在。对，没过来吧？一片空空，算了，再把蓝开吧。这招是买蓝蛋的。再把三路都可以抓。剑影还压得挺凶的，正义的惩罚。先去丢个眼，等中路升三，估计在打三了。踩脚死了，两枪踩，接一枪，赵信人呢？没道理，他应该露头了，这个点没露头就在下半区，没事，我捞到生活了。等他换子弹 A， 还有 A 这个车了。哇，真的伤害好低啊，他感觉我换一个别的中单这一套肯定打死，除非六级，不然想抓得让他先耗一套。这兵女控制结束，你 EQ 追的 A 跟他走了之后，你 EQ 追的 A 距离一样，又没有什么变化。这有些弹幕这边搁着纯抬杠，你总打他的时间是没有变化的，而且你先挑飞破甲，你打他伤害更高。又不是说兵女控制的一瞬间你接 EQ 了，他控制都已经完了你接 EQ 一样。来个冰雕，直接控他一秒，等他走一秒得控他一秒，产生的时间是一样的。待会升六可以再接着来一下，可以再抢个红升六也可以。把红拍他，抢了，还有个骸骨在，来个幽梦在楼上写，他有闪现的，踩到就死。先减速一下，还要交闪。来来来，我感觉赵玄在下了，已经露头，那就不用了。我们八级，他六级。框住了，接技能。
这种玩这种中单没位移的 AD 就得狠狠的抓他。我有幽梦仔，来直接埋葬。不是这个连招的，他是这个人不会连，不是这个连招的，他得先踩然后 R 他，最后再 QE 补伤害顺便出塔，他一点风险都没有。他不是老兵女，这个人他这样子伤害没打满人提前出去了，他得先踩一下二技能，然后再 Q， 然后再大 A， 然后再 EQ 就可以了。先找一下赵信来，一个 A 二，给他顺秒，这波开个先锋，兵女大好了。看他走不走啊？走的话拆塔，不走的话可以给他秒。六级招新，来，直接去反了。你在干嘛？怎么不反抗呢？他延迟好像有点高，这个人。战斗之心，这是小可爱，放一下。感谢北辰男生的撞粉飞机，谢谢。感谢北辰男生的撞粉飞机，我还以为这下路发现我来了，这把稳一点吧，先圆弧，再来把小刀，没那么缺伤害。这赵信在 F6 呢，冰雕再炸一下，高手啊！我才 EQ 你就给闪了，这个直接预判我的 EQ 闪。他甚至还想加个大杀我，这露露过来了，哎呀这波有爪子的 他们就死了，还是不能第二件买圆弧，每次一买就断节奏。等一下冰女过来，这人甲太高了，他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，没什么魔抗，冰女打他比较痛，将近200的甲，可以先杀露露。赵信也在旁边，那先秒这个赵信。我这装备不应该一刀会死啊，这刀像是暴击了一下，但是我也没暴击啊，我没买收力值。这女警几级啊？十级啊。到底有没意义啊？这个人走一半又不过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看这个赵信。对嘛，要跟这赵信一样，
都感觉他在勾引我这个人，他在故意骗我技能，他在读反应，他有狂风之力在，我也没狂风之力啊，他只幽梦啊，我有点没看懂这个技能。来住，这装备什么装备？水银鞋可以上。不追，来个巨龙闪击。回家来个 CD 鞋加个小刀，对吧？他们只有厄洛伊有护甲，可以无视他，最后再解决他。直接来上，啊，卖魔术没了，在二。这次不扭了，最后再扭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放了，最多只能骗两回啊，骗两回就不能再骗了。他最后一波没自信了，他。回家来个夜刃，百窗皇子这把有夜刃在，就不怕这个小可爱的变颜了。你看我玩皇子杀30个对面都不点，我要是玩剑圣这把杀个20个他们就要点了。难道是我这个英雄很弱吗？等他们来点塔，来个暴扣。感觉左边应该有人在啊。你来个爆破，我的感觉是对的。容错率低，那你就让他容错率高啊，打这种位移少脆皮多的阵容，皇子的容错率就很高了，不好躲你技能，看阵容出英雄。我怎么感觉这把我能杀40个。这露露没闪，叶伦这波还没好，这塔来不来点？这塔挺诱惑的，这波二女警，这露露跑不了。带了好久了，我不二十都要死了，没有装备可以改，非要改的话就得把鞋卖了，来个板甲，然后再叶人卖了出冰刀，这样移速冷却才够。现在是30%加个90%。有碎片的情况下，
一波了一波了。39杀完美收尾。对面的恶露伊伤害也蛮高的。